经算命，拢讲咱两个八字袂合，讲我去捡到你。伊定管安怎，我来娶你，跟你结婚。你是头壳歹去哦，谁会娶一个会去捡到你的人做无？你想要早死早投胎，我阁无想要做寡妇。我唔惊，我干来跟你反悔，无要紧。谢你。阿玲，你看，我把咱两个真爱密码摕回来哦。哦，迄个信呢，够够神秘的，叫我哦一定要回来才会当看啦。所以我就踮遐等你来，即嘛，咱就手牵手做一个拍开，安尼哦比较较有仪式感。等下。敢毋是因为咱两个人的八字非常的袂合，迄个先生今日想去家己看板拢拆掉，才叫你提灯家己看？那有可能？咱两个人的八字哦，绝对是天作之合，世间绝配，合出来的分数绝对是一百分，啊，若无就是一百空一分。你毋是哦？咱即马就拍开看卖啊！你若输哦，你就要甲我斟一下。到未来一百空一分呐、啊？我听人讲哦，相关差不多八十分就足好安呢。看麦啊，来。先来讲，我是你的煞车，我刻着你的名。那有可能啦。我的命哦，种硬嘞。之前阮爸嘛是有替我算过什么流年啊，啊嘛是讲我的命中有劫数，啊不过大概哦，我拢是平安度过啦，所以这届哦，绝对嘛是同款，你免惊。哎，古再讲啦，若是爱我相信一个哦，一年通天记无三界变的先生所讲的话，我甘愿相信。咱的姻缘啊，自我出世哦，都已经注定了。那无成就我这样缘投，体格阁这样好，条件阁这样优秀的钻石单身汉，那有可能母胎单身找不到对象？结果啊，一拄到你，我就规人拢了了。这样、哦，才是我相信的命运。啊，不过我是淡薄烦恼。大金算命拢讲咱两个八字袂合，讲我去克到你，安尼讲阁无够清楚哦，要算你家己算。好好好。我就算去，莫阁算啊啦！为着不管安怎，我拢会娶你，甲你结婚。你是头壳歹去哦，谁会娶一个会去嫁着你的人做无？你想要早死早投胎，我阁无想要做寡妇。你看，昨天做伙了，发生这么侪代志，你拢袂惊哦？我唔惊，我干来甲你反悔，无要紧。真正头壳歹个笨蛋哦！啊，无安尼好啦。最近不是足流行迄个星座命盘，无，咱算命盘啊，但是相克吼，都真有可能是彗星撞地球。碰你的头啦！我来叫电话。查理，你有去吗？哎，你老回来啦！我哥哥，我去。啊，哎呦，阿娘，免紧张啦。我也无感觉疼啊，啊，小可回着尔，唔当浪费医疗资源啊。啊，不过你都老回呢。还好啦，淡薄回尔。